Get it. Chat it. Có gọi tổng sim. Ta cái hô. À, sim à, yên cái đàn này sổ xin này kỳ can à, thảo ca chì bò à, hò. À, ta cái u can khó à bò à? Ồ, anh ấy ta cái à, chắc hô đây. À, kỳ nà gì là? Qua bên lại ca ta cái tham thô ca sổ gì chuyên nghiệp chi hồng biên này xin chị. À, yên vì chỗ kỳ bàn ta kê lông ủ xiong quê khuê kê chê tô. À, chê lê bùn tê. À, kê nà dị xì bê lai kà ta kê tham thô. À, xìm kê khuê kê chê tô. À, kà xì bù. À, gong tê lê xì bù là lan si be te liu bong chien hu chi chien ni e tiong yong a yi e sim ge po so sim za e yi sheng te lai zo tam to lai de hua hen diao gong tiếng à nâng xa ní lại kí ní ế chí chú là xác khá bố chênh hoài yếu chí chú xác ý chào yế xím kì qua gà thông kì kì đàn đồ yế tí liao gái gông这一点有问题，啊，问题出在哪？当然，大家若有读过初级班的时啊，我有举一个例，让大家了解。讲一间公司，那 A 会计师甲 B 会计师来查销同款一间公司，伊个盈余啦，会同款啊？袂同款？袂同款。我有讲过，所以咱会了解讲，一百年因个开销遐大，两枚。开两亿三千万，搁乌白母啊，咱会去发觉到，啊，奈今年，这边顶年，头啊，伊个负债减一半，原早伊来接七月时，我负债头。到啊，五六啊，千万，搁刷落，一亿五千外万，搁刷落一亿六千外万，啊，起码讲我头负债五六千万，这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大家无清楚要做小的事啊，有各种的观点。啊，咱即马是要甲介绍讲啊，心计的准则的问题啦。啊，所以首先开场白，我提这个给大家啊了解。啊，即卖咱就啊要来依照我所准备的
PowerPoint 要来甲大家介绍。实际上，咱无可能啊，即讲了真明确的讲法，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老早迄个随身碟咱会请咱的工作人员你扩登去大家再来做探讨，吼、哦、因为大概咱有讲过的物件，咱会较简单啊，可能咱甲带过去，吼、哦、咱的讲法，咱今日就大概要甲大家做探讨的有差不多十点啦，吼、哦，这十点这个这个代志，咱即马来。咱要先了解讲心计是啥物啦？心计主要咱是要啥？这个资料啦，来做出证据的收集甲分析，来评估这个政府或是这个单位有关依照这个要做啥？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咱拢有讲过啦。初级班应该大家会真清楚嘛。哦，有讲到一般原则，咱即马无讲到的是啥物？审计的准则审计的准则咱无讲过。咱会介绍审计的准则，甲一般会计原则啊。那差无偌济啦，吼、哦，差无偌济，这爱予大家了解。咱即摆过来，因为要做审计人员呐，拢爱有独立性。现在啦，行政院的主计处啊，拢开后门啦，这毋是我讲的，报纸在讲。个审计部啦，有啦，有处罚啦，有抓一寡一些弊案啦。但是，咱啊会得了解，我无法度做甲。实际上，咱这拢爱经过什么来做啥？依法行政嘛，法律上无规定的。审主计处那家列队预算内底，那我做法官，我要判刑主计处的人员，你是安怎无照法律的规定来编这个预算？咱总理讲过，税入甲税出一定要怎么样平衡嘛？好、哦，量入为出嘛，这样唔只是永续经营。甲咱讲讲永续经营啦，得甲开啦，这就是想要走路嘛。实际上，就是这个现象啊！吼、哦，咱这要甲大家讲，因为这个审计人员那是爱有独立性，袂使讲，咱的那讲企业内底讲，头家讲，我今日就要出来，我无诈钱，公司的钱摕。五万块来，来向我用一下。会计一定安怎讲？讲，这是你要出去用书呀，要用
讲诶，先爱甲问嘛。啊，若无你啊钱借出去啊，后摆你有啥代志呢？但是咱诶法院啦，讲安尼无代志啦。实际上，那我诶观念，国务机要会特别会，先要判爱判啥？会计人员先判，审计人员先判，再来判啊主管嘛。我会计唔知影，我唔是读会计，啊会计有会计法啦，啊审计人审计法啦，啊拢无照法律啦，无照规定啦，所以会遐乱就是安尼。即卖唔是足乱的，18%迄间有正式的依照法律的根据，拢是立法啊，依啊。啊不啊，唔是，这个做啊，咱行政院啊，讲啊一个命令啊，这个主计处才得甲编编的，啊，得准生效，安尼咧付钱啊啦。安尼国家要倒迄一定啊正常诶嘛，所以这拢是爱啥独立性嘛，爱有啥？家己有专业的知识嘛？啊，那成功咱诶经啊，咱诶诶私人机关会要做会计人啊，老板要讨啊，你无好伊阁未煞哩，啊，你要安怎处理？你阁讲啊，无你来签一条借条咧嘛？吼、哦、啊，你头家啊，我都要食这个头路，你来签一个借条。民定啦，是咱国家的代志啦，同款。你要叫啊，主计单位啊来编这个预算，应该主计啊处的处长就讲，请院长下条子。安尼嘛，迄中国的方式拢是这个情形嘛。啊、有的说、主计我是给你提拨的呢，你如果没配合、啊、就两三天回来吃自己的，所以有的没法度、啊、就是说经常在说官官相护啦，就是这个情形发生嘛。哦，都不知道啊！以前立法院的事，拢是怎么样？万年啊，国会万年啊，国大哎，万年立法委员，所以有法多余无？那无法多余啊！所以啊，这予大家我爱了解吼、哦。好，咱过来讲，即马。要查晓审计，咱也有这个叫做审计的准则，咱爱遵守啊公认的审计准则。每一个国家拢有伊的啊审计的准则，咱爱遵守。啊，这个就是讲，咱现在啊，流氓政府啊，伊这个要查这个啊，依照这个审计准则。什么人来定的？啊，有一个叫做啊财啊团法人会计研究基金会啊，原则私人的小，伊拿来定一个会计原则，那是因定的，啊是会计准则，我拢因来定，啊拢爱收钱呢，啊拄啊，咱啊。迄、那个立法委员啊，有一个会计师啦，咧做立法委员，可能大家也知影。伊则甲抗议讲：，你若要收钱，啊无立法院的这个预算，我要甲你删除。到尾啊，则讲安尼好啦，
一般公司的无收钱啦。现在心计准则啊，啊爱收钱呢，啊国家创一个单位专门咧研究这個，啊伊定出来等于法律呢，咱爱法律。要了解这个法律，咱到人民啊是啊有关要了解的单位，都要提前去买，安尼敢是法律？所以讲，这予大家思考嘞吼，真济代志应该人民都交税啊，啊成立啊用这个啊成立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做的代志的结果。啊！人民爱来遵守这个法律，咱要了解，咱爱搁去甲提前，搁去甲买。好、哦，这我认为不对的所在啦。哦，啊，这好、哦，我睇。啊，你看，大家你来看看，讲爱偌济钱。好、哦，虽然讲你若要做多一项，你就去查，讲哦，你有关为多一项的法令内底，还是多一个准则内底。啊！伊再介绍伫遮啦，咱看讲无偌济钱啦，实际上应该即等于国家所定出来规定，等于是一个法律。法律，咱要去了解法律，就爱搁去看去买。即有理啊？无理啊？无理。啊，当然。即个法律，咱买啊去了解的时间来讲即个吼。啊，我若有兴趣人啊，上网吼、哦、去查，啊是咱甲有带随身碟来吼、哦，啊甲拷倒去吼、哦，啊大家来做参考吼、哦。啊我啊，当然每一个国家有无同款。定的单位啊，啊，咱伫遮，伫遮的迄个网站啊，拢会予大家做参考吼。咱即下要来讲会计啊，公认的原则啦。咱来看，咱来看这个会计啊，迄、那个理论。啊，来导出来实用的基本的原则的方法啦。啊，这拢是啥？这拢是大家所接啊，迄、那个广泛拢会接受的。啊，当然，这足济点的，咱几乎拢讲过啊。我这袂阁特别介绍，予大家知影就好啊。但是内底有几个，我要加强的哦。迄、那个，即我看，咱我无爱解说啦吼。咱较要爱了解，啊，就是有当时啊，会计人员会甲咱用伊所采用的无同款的基础来甲咱骗，所以咱爱了解。现金所啊收付的基础，啊甲啊款式发生的基础，这你要计数的时，你是用什么基础来计？啊，袂使讲，伊即摆要解说一项物件，伊用什么？伊用现金收付来甲你讲，伊若无注明，实际上。咱现在啊，应该拢爱用啊款式发生的基础来做。啊，即马来咱啊，现在联邦政府上市甲上柜上市的公司啦，即马啊，2013年开始啦，拢爱用国际。财务啊，报道准则是安怎安尼？现在咱啊，台湾的公司几乎拢是安怎？
那较大间诶，拢是发生啊，发推行啊，发行股票嘛吼。啊，你有诶讲，我要去英国募资啊，发行股票；我要去美国啊，来发行股票。安尼安怎？咱诶以前台湾所用诶准则。摕去美国去无合，爱阁改一摆。啊，那有诶阁摕英国去也无合，爱阁改一改。所以即马有特别规定，啊，因为要到啊吼，2013年开始啊，都爱采用国际诶准则来做。所以咱即马若要去英国，要去英国募资。也是要去澳门，较简单，干那语文啊，啊调整一下就好啊。吼、哦，这就较阿伯所采用的。咱即马啊，这我看，这大家话拢会清楚啦，吼、哦。咱啊，这也无爱啊，咪阁介绍落。会计政策啊，要予大家知影者。有当时啊，这个代志一定爱做，啊都无钱啊，啊无钱要安怎？会使用会计政策的方式，用借款，等于设一个基金。哦，咱较早，咱西丽大桥，甲倒一个国家借款来。沙特阿拉伯，这就是应用到啥会计政策啊，拄啊收啥啊收路费来行，类似安尼，予大家啊了解吼。啊，咱即马这都甲咱本地较重要的所在了吼。啊，政府会计制度啦是啥？预算的管理工具啦，啊来推行这个政务甲控制资源，啊，这拢是爱啥？头拄啊讲过，资格啊甲审计人员应该拢爱判刑，是安怎判刑？伊无照啥？迄个法律的规定要按照这个法令规章，吼、哦，来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的方式，唔是啊，法律无的，啊，伊迄个做啊，资格甲列落做预算，啊，预算落啊，着搁分落去啊。最近报纸闹甲足大嘞，啊，这就是啥？这就是拢这个问题啦，吼、哦。咱政府无咧讲一个较歹听的，有诶拢挂在嘴边啦。那伊认为伊要安尼做，讲依法行政啦。啊，实际上敢有影？实际上，那依法行政，即嘛啊，即两个月来新闻报道啊。报较足大咧，诶，大家会清楚嘛？好、哦，啊，咱过来，这个预算制度啦，咱总路都有讲过啊，吼、哦，拢是爱税入甲税出吼、哦，要平衡啦，吼、哦，啊，甲依照符合规章的规定，啊，和这个啥，执政者做决策的参考。咱家庭也同款，企业也同款，国家也同款。那咱迄个叫做税入甲税出，会得人讲啊，就是平衡啦吼，会等于啦吼，安尼是上好啦。吼、哦，啊，因为
往往有的执政的迄个主脑者，就是讲啊，总统也好，市长也好，伊要好大事讲，要特别办什么活动，啊，就钱无这个要做啥，税率的预算就甲开落啊，啊，这就产生负债出来。咱大家唔知会了解讲，咱现在每一个人爱负责偌济钱，大家知影无？90万啦，90几万啦，哎，93万啦。所以足严重的呢。出事啊，我一定阁负责93万，啊，伊看要哪死刑，予大家啊去探讨哈。咱一般来讲啦，心计啊，这内情予大家知影就好啦吼。这个就是讲，咱一般讲三种啦，所谓三种是一种、两种，即马现在差大致合到一种啦。财务的报表的审查，现在拢用啥？拢用电脑啊啦，予归属电脑来迄落啊。电脑的话，异常的原因查出来，伊都设定下去啊，找出异常的原因就会跳出来，所以啊，会采用这个方式，吼、哦。啊来，咱主要审计会要做，咱会要做啊，政府审计啊，业务的处理啦，啊，拢是要做啊，叫做财务啊审计啦，甲啊绩效审计吼。啊，主要是要有正当性、合规性和啊效能性，这是咱现在地方政府啊审计部伊所列出来这个这个表啊，我有稍微调整一下。好、哦，啊，好，大家做参考。啊，这里都大家爱较注意啊，吼、哦。咱要了解，审计单位啊，都爱事先爱了解讲，因为拢用凭证，哦，从迄个凭证内底发现了解这个。你若干呐看报表，干呐看这个要做数字啦，有当时也查袂出来。所以讲，咱爱了解讲啊，舞表诶，咱要安那查啊，这个顺序，主要就是讲运用这个要做会计的记录，这个凭证啊，啊来找出这个原因啦。啊，头应该过话未停。大家唔知道有这个印象无？有看到报道无？讲大学内底教授啊，有几啊个研究的补助的钱啊，拢是安怎？有问题啦！讲几啊个教授，那照会计法一定要判刑啦，到尾啊，即马讲安怎讲？讲即马要放宽啦，所以错误就是错误，犯罪就是犯罪。啊，你这摕别款的凭证来报销，啊，讲回。我会准你安尼过啦，大家犯罪都无罪啦，安尼敢对？绝对唔对嘛。嗯。所以，爱吼、哦，咱我爱事先爱了解吼、哦。
好，所以讲啊，哦，来分析了后，再来看出啊，舞弊的行为，或是啊，这个做啊，那阴霾哈啊，这个隐瞒哈，这个方式来查，啊，这就是咱主要爱来事先爱先来这个防范，好，啊，卖讲发生啊，再来处理，所以。心计是还是足重要的。这特别甲讲舞弊的原则啦，吼、哦，咱首先就爱了解讲有可能无发生无，那有可能发生，咱就爱加强啊。好、哦、啊，这是不是可以机会？实际上，啊，会发生这个舞弊的情形啊，拢是好机会嘛。内部控制做了无好啦，啊，都交代落，主管爱管的，无咧管，啊，资料上来，干呐等伊那尔，啊，无咧管，啊，也是讲收款。人民讲啊，这个都足乖的，足认真的，啊，都无咧甲管，啊，伊都这个机会来作弊，吼、哦，啊是讲啊压力啦，这压力有当时啊，讲起来，那是有诶，就是讲啊做了错误，吼、哦，啊个因为压力大，诶，再来舞弊可行。可行性吼，我无一定足大啦。但是这个合理性啊，这是中国式的啦。伊前面讲，啊，以前都人安呢，啊，我即嘛也是安呢。这就是讲，有诶，移交诶时，吼、哦，办早一个会计主任，啊，移交了后，互第二个，啊，因为伊无发生代志。即马过来移交第二个，啊，第二个就照安尼啊，啊阿扁一定安啦，阿扁总统一定，啊，我唔是读会计，啊，就讲以前啊，就安尼处理，伊那照安尼来处理啊，诶，安尼处理，诶，阿扁有做啊，嘿，这大家心内吼，大家有这个处，迄、那个处度吼来。了解吼，实际上主管哪会知讲因迄个啊报销的定数甲伊的单据爱有特别的规定啊？以前都安尼啊，即嘛那是照安尼。吼、哦、啊，这就是予大家做参考哦。这就是中国式啊，讲做合理化的解释啦。啊，他拄仔讲啊，讲遐教授啊，无是啊，遐教授我拢爱起诉。啊，伊认为讲啊，教授起诉太侪咧，歹看啦，尤其是国立的诶教授，所以到尾啊，去疏通了后，讲安尼好啦，从宽认定，嘿。历史工业吼，啊，咱即马讲这个要来查这个舞弊的定数啊，拢爱取得这个证据，啊，再来访谈，再来写报告，再来验证，吼、哦，啊，这拢爱合法的，啊，这个进行啊舞弊的查核的时啊。那爱合这个逻辑观念啦、啊、吼，啊，咱爱用询问重点，啊，甲特定项目，啊，才最后来做一个结论，啊，这样吼，大家做啊参考。啊，即马讲到实务来吼，这个要做。会计制度的实例啦，大概啊，咱有列出来。
咱从第一届加即马要阁上诶，应该是43届啊。有当时啊，我会专门讲一个会计制度诶，即个范例啦，吼，事例啦，我会来讲。啊，有诶有听过，啊，有诶无听过。嘛，大部拢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吼、哦、啊！我认为内部控制啊，足重要嘞。啊，所以讲这个事例啦，都无讲到。啊，即卖我是甲做一个啊，重点甲列出有十张啦，吼、哦、十张吼、哦、来说明。啊，咱一个看。会计一定爱法令规章嘛？法令安怎讲？什么时候会使开的？什么时候未使开的？这是足正确的啊！啊，你未使讲你要安尼做就安尼做，吼、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啊了解。我看因为咱这个啦，啊，很快吼、哦。就卡带过了吼，咱起码一月初卡甲十二月三十一日吼，这个就是咱会做迄个时间嘛吼。日本的制度是四月初一，甲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日，所以咱爱了解日本哪会。变啊！咱台湾甲日本啊是永久不啊永久不能分割的领土啦，就是从1945年四月初开始，因呢会计年度开始啊，甲台湾并入，互咱台湾啊啊，伊互咱有参政权。甲参战权，所以咱台湾这块土地，甲现在为止，什么国家要来摕，绝对无可能。啊，咱要上有关台湾地位，大家讲清楚。习近平哪会要去见天龙？伊讲烧台。战争无得摕台湾，啊无，阮即卖较有钱，我来甲甲天龙讲好势，我甲买来。啊，天龙讲啊，着阮祖先甲即卖拢无咧卖物件，啊，所以这也是事实。咱哪会知影？美国讲，因为伊要见天龙的时去甲日本。叫因外务省安排，因外务省讲啊，阮甲天皇无虾米交叉啦。伊才想着讲，美国甲因关系较好，请美国安排，美国也甲安排，安尼美国毋才会甲咱讲，咱也足清楚。所以这点，大家有信心无？啊，足感谢啦，感谢大家哈。啊，这就是诶科目吼，啊，甲咱诶主要诶重铺啦吼，互大家看一下呢。啊，我即个稍微说明一下，咱即马用。咱即马采用是国啊，迄、那个做国际财务准则 IFRS 的话吼，咱即马唔是用资产负债表啦，吼、哦，较早以前，咱咧讨论讲资产负债表啦，啊，实际上即马资产负债表已经无去啊，拢用什么财务状况表，吼、哦，这若爱大家知影吼。诶，时代在进步吼、哦、啊！当然，
我因为我本身是初中也上课的，高中也上课的，啊，大学工商管理，欸，啊，哪会我去考会计师？啊，拄啊同班同学，我拢上的，讲欸，啊，咱来读一个审计学的，稍微去修审计学，修了去改考会计师，我足好运啦，吼！啊，这就是讲，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哦，我互大家了解吼、哦。我甲我的学生讲，甲商学院的学生讲，甲研究所的学生讲，你若有法度要摕诺贝尔奖金的话，你把借贷法则这个啊会计不变的定律，因为我初中就读借贷法则，高中也读借贷法则，啊，入去啊读工商管理系啊去读借贷法则，迄拢一定爱啊初会啊中会高会，啊拢是安尼啊，啊所以讲，甲现在啊，那是。借贷法则这个原理不变，看大家有法度去突破这个观念，拿到诺贝尔奖金无？啊，这啊，甲大家补充哦，这讲一寡。啊，当然，因为这吼、哦，我看这表格吼、哦，大家较无兴趣啦吼、哦。啊，咱时间上的关系吼、哦，啊，都给大家做这个。这个部分吼、哦，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啊啦吼。啊，咱即摆要过来看啊，这我看咱过来，咱来调整到啊下一章吼、哦、啊来把调整到下一章来吼。哦无再下，无一直调整到下。无咱这个实力，咱就哦，这个头家哈。咱起码要来看啊，这个我甲啊删掉啊，咱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哦，咱无遐济时间。哎，阿丹还不能动了吼、哦。咱起码要来讲这个。这是一百年的联邦政府的网站内底把它登录下来，这个实例啦。哦，啊，这个实例啦，我有加整理看。咱当然，因为新科长，我做下主任的时候，我加邀请来。伊迄阵啊，拄啊副审计长，我有甲邀请来演讲，啊，伊也很乐意，啊来演啊来甲阮学生做啊探讨诶一些问题吼，啊，所以讲，我是本土台湾人，中商毕业诶，吼、哦，中华。商業，哦，啊，這讓大家了解一下吼。伊遮的我真濟吼，伊差不多700多頁。吼，啊，咱我看，我有甲整理起來，咱就来看，看我的整理起來的部分就好啊，吼。這是我的要做。整理起来的资料，咱来看这些资料。咱大家爱了解，加拿中央的会计单位人员的合作，这叫做啊
政务官爱偌济人啊？啊，拢总，诶，咱调一次啊，诶，那一下，好啦，拢甲夹起来，咱甲调，有法度甲调较悬一次啊，哦，咱拢总爱两千几个啦，啊，实际上。敢若会计单位哦，伊敢若主管尔呢？啊，若佫加主管、副主管，若是政务官的时，四千个若无够啦。安尼恁大家了解无？所以咱人才爱足济的啦。希望有这方面的专业。愈少年愈好，阿伯啊，一定啊来做咱个啊政务官，吼、哦！你看，伊这套啊情况，啊伊即摆这个够啊七百六几，啊都加起来，嘿，啊所以伊那个政务官啊。内底主管各两个，加讲啊，迄、那个主计处处长各两个副处长，啊三杯闹搞，真正拢用袂了，咱遮拢想过啊无够吼，咱你们过来看，审定吼，伊是咪讲符合条件的，啊伊。预算啦、啊，超出啦。照讲，预算啦、啊，超出啊，都表示啥？趁钱嘛。预算才做啊，咱即马审定超出啊，254亿。啊，税出啦，啊，搁啥？啊，照预算啊，减资啦，我头拄仔就讲过啊。今年，咱经济遐歹，各方面遐歹，啊，伊个效果遐好，我咧想内底一定有作弊伫咧，我无啥相信。顶一年，啊，咱负债啊有啊一亿。我的印象内底啊，六千几万，啊，今年敢若负债公头啊，我有做六百几万尔。好、哦、啊，这才是爱了解吼、哦，啊，这个情形吼、哦，啊，一切就是讲税入甲税出相抵啊。要欠偌济？伊讲啊，要欠啊631亿。啊，合计咱爱行啊，这个负债爱行，吼、哦，拢总1291亿。啊，要啥？要搁借？要搁发行？要用负债啦，要来行啦，吼、哦，这所以讲咱负债行袂了啦，你就是安尼，吼、哦。啊，我看咱即马这拢啊，历历吼，咱照安尼直落来，咱这债务基金吼，审定来源有1117亿，吼、哦、啊，五年来啊，中央政府的要做啊举债啦，吼、哦、有3条。5230亿，啊，拢总加啊未来五年啊，有2条2467亿，啊，一百年至一年以上无行的负债，实际上4条6365亿，啊，这已经加。4.846，
这大家拢吼，大家做参考，有一个了解啦吼。啊，因为时间上的情形吼，啊，我来讲一寡啊探讨。虽然伊有送检察院57件，啊，咱会了解讲债务诶。这个增加的效率啦，甲减少啦，啊，不经济的支出啦，易发生嘛。上重要，上重要就是讲，世界各国拢咧公务人员拢咧啥，减薪啦。咱迄阵啊，要选举前讲有法院的根据也无。讲公务人员加几趴，3%啦，这就是，予咱这人民啊，甲咱这反啊在野党拢啥，拢配合的进行啦，所以咱会话足清楚啊，咱阁做一个啊实际上的。报道哈，哎，这讲还袂变，哎，这讲伊咧做财政部长的时讲尊重审计部的要做啊，嘿，知道啦哈，好，啊，咱过来，90年迄阵啊，啊，才2.64亿，啊，每年。增啊，这个到98年来啊，啊增加到4亿，4条562亿啦。咱这阿扁做8年，马英九做4年就超过8年的预算，啊，搁有啥物建设？无啊，所以。真的是有感啊，哦，人讲有感啊，啊，经济学人唔才会安尼表示，哦，英国的经济学人哦，卖讲啦吼，大家清楚啊。你看吼，连增啊，吼，2条啦，啊，这拢唔是我咧讲的啊。哦，这报道我拢收集。啊，这咱会使甲了解起来讲吼、哦，去年政府的总负债21.47兆，我所知的讲即嘛是23啊啦，哦，23啊，迄阵报道又搁增加。所以讲，哦，较以前啊前年增加2.3兆，所以讲93万啦、啊，这那不是我咧讲的，这我拢是报道的，实在，咱大家爱足了解吼、哦，啊当然，这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咱来看这啦，伊讲，这唔是我咧讲个吼，这话5月7日，这个记者啦，特稿列出来，咱有看到，吼、哦，伊才开始，吼、哦，一年的债务吼，迄个余额有3条，啊，6644亿。吼、哦，啊，这个甲啊，2012年3月底的债务的啊，4条8735亿，啊，等于马政府执政4年的债务啊，净增加1.21兆，接近民进党执政8年，啊，这个比较吼、哦，咱就足清楚。
一年增加近两兆，好、哦，安尼讲，这回迄个债务却比顶年较少，啊，这一定内底一定有问题啊！哦，咱可以了解，18%甲年终啊，一年啊爱千亿啊。超过18县市的预算啊，再加加起来18县市的预算啦、啊。我、哦、啊看，有开有够济无？啊，讲要改革啦，吼、哦！伊且讲，这若无改革，会拖垮国家财政啊！不改革啊！台湾会倒了，甲啥？希腊同款啦。哦，希腊的公务人员的薪饷，佫比咱现在的比例较低。啊，希腊就会倒啊，啊，咱敢袂倒？所以大家爱啊，爱了解吼。啊，即马要甲大家讲，就是讲，伊这次吼马政府的举债啦，破纪录啦，世界纪录啦，对民众的生活改善的照顾啦，啊，佮重大建设啦，啊，人民无法感受到啦，啊，这就是咱现在。足无奈啊！人民有啥物办法？啊，恁都要选好我，我选着啊，你要安怎？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好、哦，好、哦、啊，这啊，感谢大家啊！即马今日啊，很拉杂的啊，资料也足济的。好、哦、啊，让大家有这个印象。莫怪《经济学人》啊，有这个啊封号，就是变成是安怎？历史上的记载嘛，哦，留下历史，伊想要提供啊，我要想要拿啊诺贝尔和平奖嘞，哦。啊，这就是世界啊，那英国的那个学人奖先发布了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啊大家啊，感谢啊罗兰，谢谢。起来，起来，老卡吃饭。